扫这个 QR code， 然后呢，这样子我们就会连接到农委会的国产生鲜猪肉追溯资讯网。那我们这边呢，只要输入这个号码，那我们来试试看，它的号码是 XG280372。按查询，我们这样就输入之后，这样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一头猪它的拍卖日期、拍卖市场、来源的畜牧场，而且是哪一个县市所宰杀的猪肉。